菊花的画法用鹅黄和橙黄色，先将橙黄色用毛笔摊开，然后拿一支大号毛笔调鹅黄色，用整个笔锋调匀就可以了。记得把笔锋压扁，然后笔锋两边再蘸橙黄色。让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先并列画几个小弯弯，然后逐步向上圈起来，这就是菊花的中心了。然后再画大弯弯，将菊花中心包裹起来，画到外层时花瓣逐渐打开，右边也是一样的画法。下面再画几个大勾勾，由下往上勾，最后用大红色填染画心中间空白处，